立委候选人，我叫陈慧敏哦。那今仔日是我的竞选总部的生日，那真欢喜，当然拢来啊，搁一个好朋友拢来现场甲我祝福哦。那我今这边出来选举有几个重点哦，第一个就是讲我希望讲咱国家的主权会用制度的方式来保障。第二个，阮希望讲社会会使幸福哦，所以有一寡公平正义的代志，就爱来处理，譬如讲居住正义，还是说公托，还有长辈们，还有当上重要是咱高雄人的环境的问题，咱水的清气，啊，咱的空气的清气，这拢需要为中央开始为法律公文，啊，要为政策公文来一个一个来要求。那上尾一个是公益的问题哦，咱希望讲其实一寡社会基本的公平，拢嘛都去做。特别是关于司法改革的问题，这嘛是伫立法院内底，这是你时代力量做里面的立法院想要做着，这个一定无法当做着。这就是爱咱继续爱来拍拼，希望有较侪人会使加入阮里面的立法院。时代力量我互选立委参选人陈慧敏。有信心无啊？有啊，一定爱赢嘞！系啊，啊，这少年代爱靠你啊，红山爱靠你啊，吼！啊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谢谢。